感觉今天大家都是很会网购的哦，所以今天他们有带来他们的战利品，到底是他们很会买还是瞎买一通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什么东西呢？精打细算的，应该都好货啊！哦，对啦，但是还是会遇到雷的时候啦。我先讲，我最近买到一个好的东西，就是这一个筋膜枪。哦，这个很需要这个哎。筋膜枪呢，它就是对上班族来讲非常的重要，对，因为我们都会腰酸背痛，然后在动哪里动。但是如果买太大只的筋膜枪会很重，很重。所以你就算你的人还没放松，你的手都已经酸到不到哪里去。所以我就去网络嘛，我就买了一个小小的、轻轻的这个。筋膜枪蛮轻的，OK， 这个其实它是感应的。如果他觉得现在这个力度还不够强，我大力推一下，哦，你就不用按了。试试看，我现在一开始就这样嘛。那我现在不够，你觉得不够大力吗？哦，哇，真的，我真的哎，所以就不要一直按啦，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弄真的一直按很烦。对，不会啊，我买那种很大只的，所以不会酸，因为我都叫我老公拿着。它有六段不同的感应，所以滴滴滴就越来越大。所以如果我在还有四个头，对，有四个头，好像这个就是削到的地方，就看你的需求，要换那个头。这个球大一点的，可能我就大，很常用哦，用到都白了，可能是大腿啊的那一些。哦，大腿肉比较多，现在是第一档，没有哪里肉。哇塞！哇，它来得很快哎！来，所以它绑就来了。现在是这样子啦。嗯。哦。舒服吗？嗯。你看到你的啊，对对对，很陶醉。所以啊，在公司如果就是在公司坐太久，那个屁股哦，好爽哦。现在人每个人都有一套，很会买，可以哦，真是没有。好，这个。因为最近很热，对，我在路上看到有人用这个，我觉得好酷哦。对，是。然后手又不用，好像以前拿着那个电风扇在那边，哦，我就买了这个东西嘞，一看就是个烂货嘛。怎么会？看起来 OK 啊？怎么看得出来？首先呢，因为呢，我很热，但是我没想到现在的热已经是焚风的感觉。我好像挂上去之后呢，我觉得在吹那个焚化炉。我在焚化炉温，我先示范它。很奇怪的设计，我第一个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挂在你的那个是第一档嘛？再按一下，第二，有声音没有风之类的，好吵，对，它有风，不见，超吵的。啊，你说什么？真的，超吵，很吵。因为呢，现在没有风啊。其实它很伤你带，你知道？它很厉害哎，它很完全没风哎，我头发都没在动哎。有了，这里一点点，真的，而且你挂在脖子，其实你这里是最热的这个地方，很散热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缘人，网络有时候会买到好东西，也会买到不好的。对，我送给他。好，好了，那这些想要送给大家了。好，送给大家。那下一位买什么呢？来，买了什么？我最近迷了一个那个懒人发夹，就是长得这样。因为对长了这样子，长得很酷哎，长得很可爱。因为最近泰国呢流行这种发型，就是后面现在这样流行的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但是你看韩族这样，你看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这样不好绑，这样很难，因为你要长度刚好，发量刚好，没错。但我个人也不会绑，所以那怎么办？那你只能去买了这种东西，然后你就不用绑，对，然后呢，你自己。简单绑了半头的马尾，对，然后夹上去就好了。好像哦，就像自己的头发，是不错，哎，觉得不错，刚好，对，你夹的有一点，对，刚刚好的。可是那一坨是要有一点歪，有点太大了，是不是要歪才可以？来，我们给镜头看一下这边，这样还蛮自然，哦，这个是自然，对，蛮自然又方便。本来你要花大概5到10分钟绑头发，但是你只要花5秒，现在5秒就可以解决。你这个很 OK， 对。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，它只有两个颜色的。对，那如果有染过头发的话，那可能就没办法用。不错，真的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然后我最近又买一个东西，是我觉得一个。哎，后悔！我跟你说，这都因为我最近想要帮我女儿买一个鞋柜，然后我就在那个 APP 找了很久，找了好几家，后来找到一间。
就是评价不错，然后价钱也合理，然后看他的照片大小也很 OK， 就是可以。你看他的照片，他 OK 啊，对啊，他可以放了很多鞋子，而且他又是透明的，又好找。他是鞋柜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放不下鞋子哎，连穿了放不下，小孩的鞋子，这个是我女儿的鞋子，不是说六双吗？对，连一双，现在我现在放，帮你放放进去。你女儿脚太大吗？没有，她才五岁，哎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然后呢，你如果想要盖起来，你只能放这是二十公分的鞋，就放就盖放这样啊？怎么放到六穿到五穿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你看那照片，你看照片，差好多，差很多啊！这我也很想买，我跟你说，没有买，没有，我放入购物车了，我差点要买了。哎呀，好险！更厉害。版的啦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啊，他是不是买到小孩版的？因为我都想说买给小孩啊。明星就是安尼啦哈。好的，欢迎下一位。来来来来来，买什么？对，到底有多爱买？我从台湾买到美国去都要网购。这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网站，就是呢，在美国最大的二手精品拍卖网。它叫 The Real Real， 就是那个真实的 Real Real， 超级好买，就是它也是可以送到家里，然后你不开心不爽就退货那种。你说退回美国吗？对，因为可是你如果在台湾，它也可以送，可是台湾会有关税的问题。那我之前买一个那个小香的包包，跟台湾的价差就差了5万，哇，全新的，所以它对它是一个环保概念，就有些人两张机票了，一张机票了，就是他会觉得有些人闲置用不到。或者是他买错的，他就会放上那个网站。他是世界各地的人都会一起在那个网站上卖。那你会怕买到假货，对不对？他有一个鉴定的团队，就是他所有东西会寄到美国总公司确认 OK 才会发货。所以你有疑虑，你有觉得哎、欸、怎么长得怪怪的，怎么跟照片不太一样，你就退货，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然后我这次带我女儿去美国，想说天哪，不用关税太好了，所以我就毛起来买起来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喜欢这个牌子的一双高跟鞋嘛，然后。台湾就是其实已经到32000了，对。然后我就找找找，全新，你们知道我买多少？25000。而我的 size， 再低再低，19000，19000，14000。14000，14000，对，就是你在柜上它是不会打折的，对，这经典。然后就觉得很特别，对，然后就是又可以挖宝，然后就买得很爽。但是呢，因为很爱买，也会买到一些差州啦，差州的吗？这看起来都还 OK 啊，没有，质感也不错啊。就是因为我就是平常吃蛮多保健品的这样子，因为年纪到了嘛，哦，看过的需要保养。然后想说，哎，这个盒子很好，你旅行的时候就可以放包包，然后又一格一格的，很可爱。哇塞，然后它寄来的时候很便宜，几十块而已，然后打开全部药都喷出来，怎么可能？哦，它打开是这样子，你看有多少是开的？哈，这都没有密盒，它里面有六小格，但是完全就是都开的。哦，它是合的，对，然后它合不起来，它里面的小盖子是合不起来。他在开玩笑哎，他跟我开玩笑，就外面就是很美，但是其实里面一打开就喷了一，对，满地都是。啊咋？对，然后在台湾网购这个电风扇，因为我也是很怕热，然后想说，哎，这个很好，那为什么会选这一家来买？因为老板说，如果你这个是 USB 充电，那它可以撑5个小时，如果没电，你又觉得。很热的话，我送你一个 Kitty 猫手持的，充电的，对，就是你，好可爱哦！这个老板很佛心的，你买大还送小，真的很贴心，怕你热到，对，真的越不喜欢越摇你就越火，而且你一不摇它就没风了。你出去摇就没风吗？没摇就没风吗？真的，对啊，你有摇有，这么热还要。就完全就马上就没了。我好像是我去迪士尼手动电风扇啊，对，哦，好凉哦，不过好累哦，真的很累，好累哦。带他去迪士尼，我真的是摇到很想说，哎，妹妹送你好不好？带回家。就是这种东西，你还是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啦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桌上型是 OK 的，可以，那个可以，对。谢谢。好，这个是，其实这个是我有人说服我买，我本来也不会想要买，因为我先说我是很爱漂亮，所以我几乎是每天先洗完澡，我就坐在电视旁边一边看电视一边按摩，好认真，按摩，对，是有一次我儿子就说，妈妈，我帮你找到一个好东西，你不会那么累。我说什么东西？他说你看这个真的很好用，你就是戴着，然后它就可以防止肌肉松弛，但是有一个它是用 LED 灯，它有很多的颜色，对不对？
灯 LED 灯，然后就带着，带就是脸要洗干净之后就带着十分钟这样子。对，那、啊、你老公进家门有吓一跳吗？对，我都会吓到我这样子。下垂就对了，它每个颜色的灯对皮肤的那个不一样，对，可是我刚开始不知道，其实它有四个阶段，它有中指嘛，它有肌肉，就是帮助肌肉紧致，它有美白，对对对，它有美白痘痘的跟疤痕，我也美白吗？对，美白，我只要买，给我来去美白，然后他想问一下，就是要推荐你，对，所以他就真的美白，美白会啊。真的，你跟你普生的跟你倩一样啊，没有更白啊，没有更白吗？没有啊，有。现在夏天这么热，他也这么白不容易哎。对呀，真的还不错，这个可以买哦。好的，谢谢。萨迪卡，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哦。